一方批好爱延续落去，新港乡在地企业新林纺织三年前收到新港国中陈嘉欣老师一方替毕业的学生写的批，就按这让这个企业的爱心会当延续到高中，帮助中华女中的弱势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立法委员黄秀峰甲社会处长代表新人纺织捐赠100万号中华女中，原本就伫新港帮助艰苦囡仔完成学业的企业，是甲爱心延伸到高中。今天他特地就是委托秀芳来捐赠100万给彰化女中，是因为他看到很多我们这个彰化女中有很多优秀的这个同学，那因为这个也许是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哈，那家庭经济的关系，所以造成他在升学这个路程可能会有一些阻碍，所以他今天特别就是捐赠这个100万，让我们的彰化女中能够好好的运用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这些同学。三年前新港高中的陈嘉欣老师烦恼两名考调中路的学生无法度安心读册，所以是写批给新林企业的董事长，新林纺织就开始捐奖学金给中路。在这之前他其实已经帮助很多了，对啊，应该算是就是一个缘，就是一个刚好就是我带导师的时候也刚好班上遇到这样子一个学生，对，那时候白老师他其实每年都会有赞助我们学校就是一群学生一些奖学金，不是在学期初或在学期末都有，对，我想我刚好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机会而已，然后写了这封信这个样子。中华女中校长表示，新人纺织三年前开始帮助中路的时阵，就真关心学生的需求，这次阁捐赠100万，将提供助学甲学生的技能救助。多张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